一起啊，就突然一手感觉很僵硬，我后面就真的伸不直了，就轻轻的搬开，搬开的话还很费力，这个样子。然后这样掰也掰不开，比较急啊！我说这怎么回事？我走展还是特别痛，然后就是弯曲的话还是有点费力。因为是严重啊，水肿的厉害，你平时做事啊或者得东西啊，它就没有力。上完比较多，一直在睡觉，就是因为把手手在手上了、啊。但是到了8、9点能盘的话，肯定到12点。比较多一些，因为这个智能手机用的比较多啊，这个就是电脑啊，长期它要用这个鼠标，时间一长点，差不多都是这个腱鞘炎的那个潜在的一些发展，你就必须要改这个作息时间啦、啊，或者它是就劳逸结合。通过治疗以后，现在它症状基本上已经缓解了。